母有教我一件事情，他说在你的这辈子当中，你只要有能力的话，你手心要向下，你不要手心向上。我是本地的在地出生的，我常常说我是舅庄女儿，对舅庄的长辈，我自己我不可以割舍的一份感情。我刚开始坐这里之后，附近有栋大楼，一个阿嬷，她就是因为在煮中餐的时候，她在热菜，结果她睡着了，就引起火灾，那阿嬷就没有了，所以我心很痛。然后我是共餐啊，或者是输赢啊，我是秉持说，我有这个资源的话，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吃？我都跟据点的长辈讲说，你们能来吃，通通来，不要回去再开瓦斯，这样子我比较不会有担心。我的长辈他们吃得开心，我就开心了。Hello， 辛苦了。最近在捐赠的这些食物啊，什么方面，就是都还算正常吗？都很正常。OK， 都很正常。好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其实要反映出来。我是觉得说，当可以可堪使用的物资，你不要把它丢掉，化垃圾为黄金，利用这个黄金去帮助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这就是食物银行它最主要的目的。这些都是妈妈，他们知道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吃，或者是面包、吐司，我们要看看，这里有没有发霉，那边有没有发霉。然后这个菜我来煮，我敢不敢吃？我认为我不敢吃的话，我就不会拿送出去了。来吃啊！社会局问我说：“你共餐为什么不局限在旧庄里？”因为很多据点他们局限在他们的里。我这边的话，我就通通都不分了。我们社会局说，那你人很多怎么办？我说没有关系，做到不能做为止。